我是刚刚溜出场了，不好意思，你是19号，松山的吗？1964。他说是那个日本原厂人员忘记将手刹车松开，那奇怪。天会山也是天会山吧？原装不用，原装不用嘛，这样是那一次。他这样还可以开到汉北，太特别了。他就是说花莲的时候把手刹车给弄。天王山一样，天王山吧，人人不要，人人婆，不用嘛这样啊，谢哥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说完了。